公元2110年1月1日，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还有3650天。为了解决能源危机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穿越无边海洋，那一道光，无尽能量，这是梦想，光芒的角度，穿梭世界五彩斑斓的颜色。天亮阳光比方向本能的方向，传说是你传说的宝藏。光芒也在发射，别管哪一天，在大海天空透明的梦想，向着更高地方散发出能量。梦之轨迹，不同的方向，纵横交错，告别的时刻，相遇的地方就在未来。穿越黑夜，那一道光，无穷力量，超越时空，光芒的角度，这是你我同样梦想的颜色。天空期待未来不一样的存在，拥抱坚持信仰，赛跑总有一天就会到达约定的地方。四战神受到了鲁伊斯的帮助，很快恢复了元气，便立即前往战神岛。阿铁打则留下请求鲁伊斯的帮忙，但鲁伊斯不愿浪费力气，最终鲁伊斯妥协，只要阿铁打打破自己的月牙之刃，便答应帮忙。第九集，强者降临。可恶，从来只有我偷袭别人，没有人敢来偷袭我。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可恶，火箭筒被撞坏了。嘿，好机会，小米上。你看，别忘了我的尼斯克还有丽萨克。出来吧，尼斯小米，光线攻击。石油合击，水流飞溅，蓝影飓风。小米，你没事吧？你看，哈哈，低等机器人的低等精灵，真是没用啊！伊斯卡、丽萨卡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，做人质！我还有小精灵，我们要是被抓做人质，只会给雷伊他们增添麻烦。快跑，拖延时间！我可要用全力了，求之不得，石破天惊，沙尘暴裂击，真是精彩。你也不过如此。
跑吧跑吧，狂乱灭天阵。一味躲闪也不是办法。可恶，地面系的招式对他没什么作用，看来只有飞神了。掌风，不自量力，地面系的小子。哼，看事情可不要太片面，我可是地暗双重属性精灵。哼，没用的，量子绝灭波。没力气了。这家伙不简单。哼，你赢不了我，就算跟你同归于尽，你也赢不了我。绝地龙吼！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嗯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我的双重暗影技能，你打倒的不过是我的一个影子。狡猾的家伙，你也不差。被克制得太严重了，让你看看你我实力的差距。雷神天明闪。可恶，黑暗之神大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抓了你们，看雷伊他们还敢不敢出手。啊！之神哈迪斯大人，看来我的手下都受到了你们的照顾。回来吧。就是他们所说的黑暗之神。正是在下哈迪斯。什么时候出手的？我得替我的手下好好答谢你们。
你打100遍都没用，你破不了我的月牙之刃。那我就打1000遍、10000遍！啊哒！想不到地球来的机器人还这么执着。哼，路易斯，你别得意，我一定会赢你的！啊哒！不认真对付对手，可是会侮辱自己的剑。我看看你的决心。哎呦，他的月牙之刃比贾斯汀厉害多了。嘿！哎呀！嘿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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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能输，我只需要一刀，只需要一刀。你的坚持都是多余的，除非……啊！斩杀！宇宙，我宇宙战士来了！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！看来我低估你了，还从来没有人能斩断我的剑。机器人，你赢了。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情。嘿！看来又要浪费力气了。我们的骄傲，三二三二，小人物永不老，三二三二，身手永不倒，这里是传奇的三二号。